哇，太早了吧！你们这么早来干嘛？快帮你啊！哎，但是我还没好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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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，我还没吃。你一般中午吃什么？我早上呢都喜欢吃比较丰富但是不油腻，所以沙拉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但是呢，我每天早上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一定要喝热的，所以我有一个秘密武器来跟你们分享，是这个藜麦红豆坚果饮。藜麦红豆坚果饮呢，里面有红豆，对女生身体也很好哦。走，你上工。先不多说了，我要赶快去换第二套。哎，肚子好像有点饿。要不要帮奶吃的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有准备小零食。就是综合鲜果。它非常的方便吃，而且非常的健康，不会胖。我觉得这种东西比较适合我。喝了也不用啊。喝了，不用。因为我平常不喝饮料，所以呢，我自己有自备秘密武器。像这种冲泡式的冲泡饮呢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非常健康哦。耶！今天工作完美结束了，准备好好休息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个私人行程，你们跟我来就知道啦。不用啊，不是不用啊。像我呢，其实在运动前我不太能吃太多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会选择具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来补充一下运动前需要的体力。那在运动过后呢，其实最好就是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。那在这里面呢，它有藜麦、芝麻跟坚果，都是很棒的优质，还有优质蛋白质，可以在运动后呢，帮助肌肉的修复哦。今天你太扎实了。当然啊，身为一名专业的模特儿，维持身材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有什么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？除了运动之外呢，身为半个外食族的我呢，平常没有办法注意自己的营养均衡。我非常非常推荐万岁牌的坚果饮，它能够在及时的时候呢，为你补充能量以及需要的营养哦。那你等一下就去哪玩？我等一下呢要跟朋友去吃饭，所以你们不准再跟过来喽。不可以哦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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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